強已經在度啦，我哋睇下最後五強係邊幾位佳麗？好殘忍啊！我哋咧就唔跟次序咁樣宣佈啦嚇，第一位可以入五強嘅係四號關風興。哇！恭喜曬，恭喜曬 Debian。咁啊，狀態非常之好啊，關風興。第二位可以入五強嘅係十四號邵初。恭喜曬 Christy， 恭喜曬好食得嘅邵初啊！跟住第三位可以入五強嘅咧就係十五號嘅佳麗梁海晴。Yes， 恭喜曬 Karina， 大師兄嘅至愛啊！第四位佳麗係八號嘅宋婉榮，恭喜 Sabina。問答環節好高分嘅，係最後一位會係邊位可以入到五強呢？大家又覺得是哪一位呢？他就是我們整晚叫了他導演的十三號王家衛。恭喜三位，恭喜曬，都唔該曬另外三位啊！哇，真的非常之開心啊！五位已經順利誕生了，我們順次再讀一次先啦。就是四號關風興 Debian， 八號宋曉明 Sabina， 十三號王家衛 Cathy。十四號邵初 Christy 同埋十五號梁海晴 Karina， 恭喜曬五位！好啦，五位佳麗咧會進行我哋最後嘅今晚最後一個考驗嘅。係，而我哋終極嘅考驗咧就係將會俾三十秒嘅時間咧，俾一班佳麗可以講翻喺呢三個月嚟咧，佢哋覺得佢哋最大嘅改變喺邊一度？各位佳麗，大家要注意啊！最後嘅呢三十秒咧係你最後、最後、最後爭取表現嘅機會嚟嘅。所以要好珍惜，唔好浪費，諗清楚先好講。可唔可以行到去冠軍呢個寶座咧，就要睇你咯。OK， 好，我即刻邀請第一位佳麗先，就係四號關風興 Debian， 你有三十秒時間，有請。過去呢三個月，我做嘅每一件事都盡力而為，我好努力咁樣去減肥，好努力咁樣去學跳舞。好努力咁样去学行 catwalk， 俾咗好多自信心我自己。我要好多谢一班师姐、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啦、老师，一直咁样好耐心咁样去帮助我哋同埋支持我哋。我每一件事都好尽力而为，我已经冇后悔噶啦。多谢，多谢晒 Fabian。跟住有请八号宋婉明 Sabina， 你有三十秒时间。在過去呢三個月，除了我好努力 keep fit， 我學識了咩叫堅持同埋毅力。在呢度我都好想多謝我媽咪，係佢我喺單親家庭，佢一手湊大我。我相信佢今日雖然冇嚟到現場，但係佢一定喺電視機面前支持我、鼓勵我。多謝你喺呢三個月成為我嘅軍師，令我有今日咁 fit 咁有成就。我亦都好希望我哋今屆香港小姐可以帶俾大家積極同埋希望，亦都希望你哋會記得我係八號宋婉明 ，I miss you all， 多謝。講得非常之好，多謝你，唔該曬。即刻有請十三號王家衛 Cathy， 三十秒嘅時間。喺呢三個月入邊，我完成咗一次畢生難忘嘅旅程。由原本文靜唔識得講嘢嘅我，變到今日喺台上面可以閃閃發光嘅我。好多謝喺身邊支持我嘅所有人。我在 semi-final 講過十三號代表蜕變，希望我今晚真的做到這個蜕變，而且不只只是做得到，是做得好。多謝，謝謝曬 Cathy。跟住即刻有請十四號小初 Christy。在這三個月以來，我明白了一個道理，香港小姐可能在大家眼中就是這兩個幾鐘頭的一個競選節目，但其實我想多謝的人有很多，無論是 camera 後面教導我們的老師化妝整頭，令到我變得更加漂亮。其實三個月之前我是一個很沒有自信的女仔，我經常都覺得我27歲了還來選，但我覺得今年才是最適合的一年。很多謝大家， Thank you。 謝謝 Christy， 你今晚很漂亮啊。即刻有請十五號梁海晴 Karina， 你有三十秒的時間。參加香港小姐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，但是我因為沒有自信，所以遲遲都未參選。但我很慶幸我今年來了，我覺得今次的旅程帶給我很多不同的挑戰，但是我每一天都在進步去應付這些挑戰。
我覺得我好想多謝我嘅屋企人啦，佢俾無限量嘅支持我，令我今日可以行到嚟呢一步。我今日已經係比以前進步啦，但係我唔會停落嚟。我希望我聽日都會每一日都會進步。多謝。唔該曬，海。